记者爆料讲，当署长夫人因为艾伦夫人上了巴肚，无法度生仔，要逼伊甲你离婚。我知影安迪是公仔，我讲你阿爸拢无法度生啊，你还我当年酒家好不好？拜托你。今麦经过这么多风风雨雨，我想你甲安迪两个人，谁拢无亏欠什么人，叫你同意我安迪甲艾伦离婚。妈，你是不是心爽快？只改哦，听我的，赶快一声。妈，妈，妈。你看我刚刚这根咖啡条，跟他无啥像，好像就是糖在甲我加的。当年我都知影迄个秘密，还可以当有我伫海外联络电话的人，一定是阿爷幸福边上亲的人。你是不是真的？阿曼达根本就无想这个神秘。不用，你到底在找啥？啥物人是鬼王？啥时候你看起来这么紧张？看到鬼王，你倒会看到？鬼王，鬼王，有啥这名我感觉熟悉，不过有啥我就想袂起。世宗。你若不是因为要见阿曼达，是安怎被来跟踪？你的目的到底是啥？杨杰甲周信强帮姚母做伙，真正甲当年一模一样。陈世忠，原来你就是鬼王。